这一次咱们讲什么呢？怎么改变驱动器的鼠标？不是，怎么改变驱动器的图标？以前都讲过怎么制作 icon， 对吧？用 icon 库这个软件就可以制作。那么你看，这个系统默认的这驱动器的这个图标怎么都改变了呢？啊，那咱们就看一下吧。首先找到这个驱动器里面所有的文件，哎，这儿有一个 ICO 文件。这还有一个不知道的文件，那咱们打开它看一下。这个文件的名字呢叫 autorun.inf， 它显没显示扩展名呢？显示了。怎么知道显示了呢？工具文件夹选项里面查看隐藏扩展名这块的勾没有打，对吧？所以它是显示扩展名了。它的真名就叫 autorun.inf。 右键呢，咱们打开它一下，这里面有这么几句话。第一个是 autorun，automobile， 比如说自动，对吧？以前有一个文件叫 autoexec.bat， 啊，这就是自动执行的。这个也是光盘或者这个硬盘或者 U 盘插上之后就自动运行的。设定它的 icon 是什么呢？ 1.ico， 是不是就导致了这个驱动器进来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 U 盘插进来自动运行，它的图标就是 1.ico 啊，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比如说呀，咱们现在这个插入一个光盘，在这个光盘这块呢也有一个图标，那咱们打开看一下，它这个里面也有，对吧？里面也有这个 PC Fan 电脑迷点 ICO， 还有什么呢？ autorun 点 inf， 双击这 autorun 点 inf 进去之后，它有一个 open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句话的意思呀，就是说开机的时候，就是把光盘搁进去之后自动运行，如果是 U 盘呢，就插上 USB 接口的时候自动运行自动播放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也就是被很多病毒利用的这个 U 盘病毒产生的原因。 U 盘插上之后它自动运行的这里面一个病毒程序，结果呢就传染的各个驱动器都有，再插上别的 U 盘呢也被传染。这样的病毒呢是 U 盘病毒，它利用的就是这一条啊。咱们不用，咱们用的就是 icon 等于什么什么，就设置一下它的这个什么呀，设置一下它的这个硬盘这个的图标啊。这次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如果这个 icon 库不会用呢，请看 icon 库第一讲。